两家的瓦味鸡爪，一个是我家的，一个是某多家的，看一下有多少。我这已经是你的，那个算你的，那个是啥？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、11个、12个、13个、14个、15个、16个、17个、18个、19个。再看一下这一家，又要刷新一下。这一个太厉害了，两个，三个。不记了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他也是八个。这是两家的鸡爪，量差不多，颜色不同，口味也不同，看哪个更有食欲。这个是咱家的，这是别人家的。我也没有说别人家不好啊，就是想让你们看看它这个颜色什么的，还有就是口味不一样，口味不一样，这个真的是只有尝过才能知道，看看样子的了。